真算了，龙真没有人把它遮住。龙真都演出来没多久，他现在天太黑了，开表晚。今天成都最高温度38度，他对成都 very hot about 38 degrees。这温不能就拍多少分钟，这个人全部就是他的拍。啊，他的，对，哦，国民啊，他你们下不了啊，国内的。只有一两首对不对？今天我母有他的打扮，就是帽子、手套。他在别人回到我手的时候有汗水，他受不了那个汗水，所以戴手套。哦，很冷啊！今天成都38度，他的成都有点把的 39 degrees， 啊，把一个4 PM。
再看后面。
因为合伙人由美国那边访问美国，访问中国抖音会被 IP 会封锁，就是你也看不到，有可能被屏蔽了。像国内的爱奇艺、优酷那些，你在美国是看不到的。